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去小哥的蜂场抓小强来做标本。对对对对。OK， 小强抓回来了，先把它处理了。我在墙角找到了一个被随便丢弃的剃须刀的刀片，上面还要沾有水泥。现在我用它来做小强的刀。你们如果谁是用这种剃须刀刮胡子的，就不要乱用这个刀片了，感觉挺危险的。